超低温冷冻科技有限公司所研发的零下80度超低温隧道式急速冷冻机台 IQF， 由台湾三旺公司团队精心研发设计，已获得台湾与中国之专利认证，备受肯定。为何零下80度超低温隧道式急速冷冻机台 IQF 产品能获得台湾、中国认证与各业界认同？正因为此产品能够在最快速时间将食材急速冷冻，并符合顾客的商品冷冻需求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使用了本公司最新研发的冷媒设备——二元二段式超低温 IQF。相较于传统机型使用二段压缩系统，马力的数值220至250 HP， 最低温只能达零下40至50度。可是这台零下80度超低温隧道式急速冷冻机台 IQF 是使用了二元二段式超低温冷冻系统设备，马力只需使用60匹马力即可达，冻结效率于400至600 kg，所以能够在快速1小时内急速降温，将温度降至零下80度，而使冰晶更小，不会破坏到食材本身的组织，让食材永存新鲜。现在直接看到蓝线条为三旺公司零下80度 IQF， 也可以看到蓝色线条非常短。一般冷冻设备黑色线条长度长，表示所花的时间长，效能低，而三旺公司零下80度 IQF 在浅蓝色的最大冰结晶温带就能将外部迅速冻结，接着内部也迅速冻结。当温度由0度下降至零下80度 C 时，食品已冻结，而且只花了5至15分钟。除了冷冻商品效果强，相较于传统式的机型外观是机器分开，而三旺超低温隧道式急速冷冻机台为单一机体，长750公分，宽210公分，高240公分，更可依客户需求连接机台，因应商品冷冻之需求，不必购置大型冷冻设备即可达到其冷冻效果。此外，本机箱体采多层特殊保温材质，长达25公分的保温厚度，故低温效能损失小。当商品经由隧道至出口区时，可发现加工物表面已急速冻结，因为能够快速冷冻食材，让机台的节电率更是为传统机型的60%，机能省电，也能快速节约时间冷冻商品，抢得市场先机。在操作机台方面，工作人员将食材统一放置入口区，由输送带送入低温隧道急速冷冻，可因冷冻的食材薄厚度不同，随时调整输送带速度，以达商品要求冷冻的效果。冷冻商品包括肉类、海鲜类、蔬菜类、各式生食以及熟食品，都可送入冷冻机台，达到急速冷冻的效果。零下80度超低温隧道式急速冷冻机台 IQF， 除了可放置生食及熟食品外，因设想机台使用后清洁卫生考量，将输送带网面的白铁结构加粗，
减少商品细屑残留于网面。为使输送带网面方便清洗，更开发输送带网面自动清洗设备，利用高压水柱强力冲洗输送带网，使输送带网面保持清洁干净，降低细菌滋生。这台零下80度超低温隧道式急速冷冻机台 IQF 操控方式更是采用现代化精密电脑系统，人性化操作界面，操作便利准确，误差值低，精准控制使用需求。在新世纪的食品生产利器，三旺超低温冷冻科技有限公司团队为您设计出发挥至最大效能，如此省时省电，便利性极高，又拥有台湾与中国之专利认证，更备受海外厂商美国、越南、大陆等各大公司青睐而订购。零下80度超低温隧道式急速冷冻机台 IQF 是您最佳选择。